好，我是吴姐。时隔多日，今天又来给你们玩没人爱吃的巧克力了。这一次我们要选的是辣椒味的巧克力，看看有木有人爱吃。吃了一个小辣椒，接下来我们要把巧克力给它做出来，然后让它自己跑到人们的嘴巴当中。来，我数3、2、1，出来吧，巧克力！尝尝我的巧克力。你们就不能尝我一口吗？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呕心沥血研究了30-40年才做出来的辣椒味巧克力呀、你别笑。